挡不住的强国小孩，飞机走道上大便。强国真是不一样，处处是厕所，这次连飞机都遭殃。日前，在一架从北京飞美国的飞机上，一名男童想要便便，他的爷爷奶奶父母竟在走道上铺报纸，要他拉在上面。乘客和空姐看到，劝他们带男童去厕所上，想不到家长劝不听，瞬间整个机场充满屎臭味，引爆乘客怒火。我便便的时候，主人也会随手把便便清干净，这样才不会被人踩到哦。动新闻，连狗都不能随便大便，报道。